Thank you.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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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翻开。 讲义九百八十五页，哎，九八六八四，哦，是我自己看到的范围哈，呃。 我我看到这一页哈、啊，不小心泄露这个秘籍、啊，我翻错了啊，对不起啊啊，I'm sorry 哈，啊八百六十五页啊，而是观世音菩萨即从坐起。 顶礼佛祖，二拜佛言。那么前面呢，这个二十四圣呢、啊、都讲完了，剩下的观世音菩萨是第二十五圣圆通。那么这个这一段就是非常重要的解六节，夜三空啊。 一门深入啊！我们现在的人呐、啊，啊，都误会了“一门深入”这个名词。我们认为啊，看了一一本经，其他的不看、不闻、不学习，就认为这个叫一门深入，这完全扭曲佛的意思，完全扭曲经典的意思。 所谓一门深入，是六根里面的耳根门。耳根门解动静、根结、空灭六节超越了三空、人空、法空、空空，这称为叫做一门深入。这个一门是指耳根门，不是指一本经。 现在的人呢，不但不听经、不闻法，也扭曲了佛意。啊，你讲他也不听，让人很辛苦啊，非常，呃、啊，很辛苦。那么《楞严经》啊，从《楞严经》啊，可以看到整部《大藏经》的影子。那么《楞严经》最重要的重点，就叫你舍事用根。 此时用根又契合娑婆世界的根气的，就是这一章《观音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所以这一章对一个修行人来讲特别的重要，特别的重要。尔时，乃是大势至菩萨陈述根大念佛圆通已尽之时。 以上诸圣，但皆略说；唯有观世音、殿或广成者，有三义存焉。啊，人家讲演戏的说，好戏在后头啊，啊，就是指这个。以以此方说婆世界的众生耳根最利，如文殊显根据云。 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欲取三摩提，时以文中入。解释一下，此娑婆世界真正教导的，能够让我们误入不生灭的体性的啊，清净在英文。 的了解一切的动静皆如，欲取三摩体，你想要入于三昧正定，实在必须啊，反流造性中啊啊下手入就是下手，啊闻就是闻性，时以闻中入，用耳根那闻性来修行。所以啊啊，我们呢这一章对我们娑婆世界。 特别的啊，契机、气缘。第二，因文佛教是悟缘入一科当中，已经密显耳根为圆通的本根，所以引古观世音佛教是从闻思修法门，正是从耳根下手。 啊，这个文思修啊，有很多人有时候弄错啊，所以底下加一个会就会更清楚啊。文会、思会、修会，一般人呐、啊、都把文思修啊跟界定会啊搞不清楚。界定会叫做三学，啊，文思修叫做三会，这个名下很多人都弄不清楚。 简单讲，文思修集中在界定会的最后那个“会”字，从那个“会”字开出文思修。许多人呢、啊，有时候看经典呢、啊，啊，不是很理解，所以、啊、就会变成了扭曲或者是误解。正是从耳根下手。第三，以阿难呢偏移多闻不勤定力啊，所以详谈修正啊。 啊！次第解决之法，令阿难得以救入还家。底下的记文有这么说：“将文吃佛佛，何不自闻闻？”啊，今天对这个初学佛法来讲啊，哇，这个文字艰涩，有一点不容理解。不过你稍微做一下笔记，也会受用。将。 文词这个词就是意词啊，回忆的忆啊，加前面加一个回忆的忆意词啊，那么第一个佛字就是诸佛啊，那么第二个佛字呢所说的佛法，那么整句的意思是将如与其与其你文法意词诸佛所说的佛法。 不如何不智啊？何不智？文文，第一个文就是反文，反文啊。那么第二个文加三加两、啊、个字就是智性文字性啊。反文文字性。那整句的意思就是说，与其你用那个四心分别去一持诸佛所说的佛法。 那么为什么不去体认啊来反闻闻你不生灭的清净自信呢？啊，简单讲，这个才是重点。所以，我们如果我们今天把它更亲切来讲说，以前、啊、你一直求佛菩萨保佑我们啊的身体健康，那么倒不如你自己呀起居饮食啊能够正常。 把坏的习惯要解掉。如果说，哎，你这个人呢、啊，喜欢喝酒，一直喝喝喝的很重，然后一边念观世音菩萨，有用吗？没有用。你自己都保不保佑自己，佛怎么保佑你呢？所以、啊，要佛来保佑大家，你要先懂得如何的保佑自己。所以这句话的重点，用这个像，师乎用这个像来来比喻，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佛性。 开采出来那个佛性才是最重要的，因为那个到处都可以用得着的，不受一时空的。啊，这是以从容陈述也；，观世音是以能观之智啊，啊，观所观之境，得名因缘有两种：，一，依因中修行智力来解释。 一耳根的本觉文性的离体，其使觉，观照的智用，不出流，不言尘，不出流就是不会啊，面对外面一直像马的奔腾，一直去追求，也不攀岩这个外层。但入流照性啊。 那么就是入流，就是不忘流，哎、呃，照不生灭的性啊。诸位还这里啊有一点，出流跟入流，它是对众生讲的啊。如果是诸佛，没有出跟入啊，就近义来讲啊，一切皆如，这个要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角度的问题啊。 如果是诸佛来讲，动如、坚如、根如、结如、空如、灭如，灭还是如，没有一法不如，哪来的出根入啊？这个是就境义来说。观照能闻世间音声者是谁？此以能闻闻性为所观境。底下翻过来八六六，以下捷达圆通文这么说。 我从耳门圆造三昧，因入流向得三摩体，故彼佛如来探我善德圆通法门，于大会中受记，我为观世音号。二以果上应机利他来解释，如《法华经普门品》，佛答无尽意菩萨所问的。 观世音菩萨，一何因言名观世音。佛答：十方无量众生受诸苦恼，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名者，菩萨即是观其音声，皆得解脱。此所观者，世间众生念菩萨名号音声，而菩萨则寻声救苦，故名观世音。 能观之智是一，所观之境有种种的差别，乃是继大师智之,之后，即从本座而起，顶礼佛足，仰拜佛言：“八六六经文，世尊，意念我系无数恒河沙劫，于是有佛出现于世，名观世音。我以彼佛发菩提心。” 比佛教我从文思修入三摩地，这个“入”字就是六界境界正入圆通，叫做“入”，达到那种境界的意思。啊，那么这种文字啊，简单啊，那么重点就是说，呃，观世音菩萨以前呢、啊。 那尊佛也叫做观世音古佛，那么简单讲，师父跟徒弟都是用同样一个法号，这个对我们来讲，目前来讲就会有一个很麻烦的。像我们讲堂，我的剃度啊，跟我的徒弟剃度恩师啊，主营上人啊，那么如果我的徒弟也叫做慧利，这个就会很麻烦 我要找回的，都是看老的，不？哇，呃，<laughs> 那么就会很麻烦，就到底要找老的，找年轻的，这、就是这个、這個、同样这个法号说会有一点麻烦啊。以下说忆就是记忆的念就是思念，乃是回忆追念过去无数劫前之事。这个是菩萨所得三明章中的宿命明啊。 我们讲三明六通啊，啊，这六通里面有三明啊，就是宿命智明啊，了解以前呢所发生的事儿，啊，到目前为止，今天为止，呃，大概没有人有这种能耐了哈，能力了，偶尔一两个啊，那是属于变成说投胎来到这个娑婆世界，偶尔也了解他前世啊，还没有全部都忘记，还是极少数的人，这劫以恒河沙称呢、啊。 其言过去时之久远也，于即在意在彼之时，有一佛出现于世间。佛为大势因缘，所以出现于世，为开示众生本具佛的之见，出现于世。八六七，为令众生误入佛之之见，故出现于世。彼佛一名观世音，那就是师傅也是观世音呢，那徒弟还是观世音。 啊，那么如果是徒孙，也就是观世音，就会很惨。也因为三个啊、呃，上中下，上一代、这一代、下一代，通通叫做观世音，就不知道该怎么。如果住在同样的讲堂，就会不晓得该怎么来叫啊。或者是音中也是有耳根修正故，或者是见机于见了、啊，就是鉴定啊，根器适不适合讲经说法，要对机吧。 说当从耳根得入，啊耳根得入，啊以是利名，将自行之法辗转以化他也。辗转就是讲我们现在讲的叫做间接。那么里面呢，今天来文殊讲堂听法，也应当发菩提心，辗转的化他。佛教从文思修入三摩地。 也就是开示误入佛的知见，开示众生耳根不生灭的闻性，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这个佛性就是本具佛的知见，令众生从闻思修，闻就是闻佛开示悟明本有的佛性为因地心，以一物而起思修，而得正入本有的佛性啊，叫做正因。 正因的底下加两个字“佛性”，叫做正因佛性，啊，那么加工用恨悟明就是悟明心地，啊，加工用恨悟明的心地叫做了因佛性。所以本具的佛性不能离开修行，所有的修行都纳贵到心性，这样子才叫做真正的佛法。 万法回归心性，这个才是真实的修行人。思修是属于原因佛性，哎、呃，原因就是一种真上缘，嗯，所以正因佛性、了因佛性、原因佛性啊，要稍微背一下。原了有功，原因佛性跟了因佛性啊有功就是实修，正因为。 正因啊，方显就是正因佛性才显得入佛的之见，此为比佛出世之大因缘也。我以比佛发菩提心，这个是菩萨自述最初发心。比佛即观世音佛，翻也叫做菩提，此方为道法菩提心，也就是发大道心，不求人天。 福报不求人天福报，身闻缘觉乃至全圣诸位菩萨，诸位全就是种种的善巧方便啊，全，那么如何简单讲？全圣的菩萨比较重视向上的东西，呃，种种的比喻方便呢、啊？但是呢，唯一最上圣法菩提心，最上圣就是一佛圣，或者是叫做。 无上圣，唯一最上圣发菩提心。要想成佛，就是发最上圣心，也就是上求无上菩提道之心。泛以菩提，又翻为觉，觉有三义：有本觉、始觉、究竟觉。本觉就是本来具足的。 啊，就是众生本来具足的佛性，一切众生呢本来是佛。诸位，本来是佛，不如本质是佛来的比较恰到好处。啊，太多人的这个呃法师来讲这本来是佛，结果这个讲下去，这些底下的人呢、啊、就更迷糊。所以一个字之差，就会很难去理解。啊，本来是佛，为什么会变众生？ 啊，那么成佛以后又还是会，是不是变众生？所以这个就是大声的翻译的经典，有一些稍显不够圆满的地方，变成给后代的人无尽的疑惑，难以理解。所以本来是佛，绝对比不上用本质是佛。这本质是佛，比如说你这是这是一块木材，好的木材。 那么你这个木材，你要把它雕刻，哎，就可以雕成成一一一尊佛像出来。可是你木材，你把它放着，那一尊佛像，嗯，产生不出来，因为它没经过雕刻啊。所以虽然本质，这个木材的本质很不错，但是没有经过雕刻，没办法有佛像产生。得用雕刻来比喻，就是我们的本质虽然是佛，但是如果你不修行，佛性显露不出来。 那用这个本质是佛，就可以化解啊一两千来啊所有的对这个大乘佛教的这个观念的迷茫，一下子就可以打破啊！因为一个居士啊，他问了十几个法师，通通就是这样讲啊。我们本来是佛，为什么会变众生啊？那么呢，问到师傅这个地方来，我就告诉他啊，用本来是佛。 比不上用本质是佛来的比较圆满，比较没有切漏，也比较不会疑惑。所以本质是佛，迷而不觉。哎，你不修行也没有用，所以将本具的佛性埋没于五阴烦恼之中，尽是觉悟虽迷不失。 以此始觉智发心寻求究竟觉之佛道，是为发无上菩提心。菩提心为心中之王，菩萨修行此心为心若不发菩提心，一切万恨无从建立。师父也是发大菩提心呢、啊，像我们呢布施这个法宝啊，那么师父今天呢不管。 有钱呢、啊，没钱呢、啊，或者是生重病啊，怎么样子，我也是尽全力以赴的。这个就是什么力量在支持师父？这个就是发菩提心的力量一直在支持着师父啊！我不能倒，我就一定要把楞严经好好的完成，不能给人家讥笑说我是半部法师。半部法师就是讲经都讲到半一半就不讲了，叫做半部。半部法师，那么这有头无尾。 啊，那不行，这不是我的啊！发的这个信，师父发的信，有头就一定有尾。那不管有钱没钱，我们要布施要及时。师父常,常讲。当我从口袋里面拿起红包，还有这些现金的时候，我就问我自己：我这些钱明天能能用得着吗？能用得着吗？所以我现在啊，还是要。 希望能够告诉大家，如果你身上留着这个协议，你有严重、严重的、严重的后遗症的遗传，啊，最好不要害了你的后代。比如说，你有严重的糖尿病，很严重的，或者你严重的心脏病，或者严重的病毒，师傅还是啊，劝不要害惨了下一代。啊，你说你要办，你找一个伴，好好的过这一辈子。 不要生那个孩子，你出来从出生，他这个 DNA 没办法有强壮的这个这个色身，那一辈子都得受苦。还有一个，他是先天性一出生没有双手，还有没有双脚的这个男孩子，没有双手，没有没有双脚，上半身只剩下上半身了，只剩下上半身了、啊。 头啊，身体两只手都没有啊！写字的时候签名都是用这样子的，都是用嘴巴含着签名的。这个就是看到了很多的不幸，其实可以避免的了哈。如果如果如果你有严重的后遗症、遗传病，最好不要生，以免害了你的子孙后代。 真的，大家很辛苦了哈。华严经云：“妄失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魔业。”昔有菩萨往昔遇佛，以发菩提心，后在世间修行，将前将前所发的菩提心妄失，并不记忆。如是修世出世善，皆名魔业。问：出世善法何以意为魔业？答。 本经十五十种阴谋声文缘结也列其中，即可以知道，都是由不发菩提心妄思善恶，况不发乎？菩提心，也就是《起心论》所说三心，一者执心，正念真如法故。啊，正念不生不灭的真如法性，所以一下手处就是知心。 为什么直直线就是没有弯曲？没有弯曲就不会着两边，找空就弯曲了，找有还是弯曲了。单刀直入就见真如，所以啊，顿悟真如本性，它是很重要的。这正念真如法故，此念之所以为正者，是不着两边，这两边就是空有。 起智观照真如正理，就气菩提心体。二者身心，身心，身心啊！用我们现在的啊，就是的名词叫叫要有要用无比坚定的勇气、骨气，无比坚定的意志，这个叫做身心。也就修行佛道，不管碰到身体的病，家里的穷。 感情的冲突、破裂，乃至一切的不幸，都发生在你的身上，依然不动摇，这个叫做身心。所以学佛须是啊，非常有骨气的，非常有勇气的，啊，能坚持的人才能走到菩提无上的大菩提之道。这个就是发生心。什么叫生心呢？乐修一切诸善行故。 好乐、休息事、出世间、自利、利他、诸善行，啊，三者大悲心呢？一把一切众生苦故，以平等大悲心呢，拔除一切众生分段变一二生死苦。此二皆发菩提心用，尽发此心谓求无上菩提呀！菩提心最为贵重，出发。 即如王子出胎，跪压群臣，诸佛护念，万圣加倍。华言百亿啊，未足以尽其圣德，故我以彼佛先发此心，以为因地心也。彼佛教我从文师修者，此名禀受法门。禀就是按照啊，或者讲先天的按照。 啊，所承受的法门，继发大心，需求佛事。彼佛就是指观世音佛，教我从文思修三会下手。此之三会不同长途，长途长途之意，闻经解义为闻会，其体是耳识，一般听经闻法是用耳识，以耳架同时意识所发的圣解思修也，也就是独头意识啊。 独头就是单独而起的，将所闻之生教视为修习，此皆不离生灭事心。诸位用不离生、不离生灭的事心来听经闻法，你所得到的就是生灭的东西。所以，包括听经闻法，必须要用真如本性听经闻法，也就是虽有能听、所听，其实其性本空。 没有能所，四心为圆通之障碍。什么叫四心为圆通的障碍？就听经闻法，把它执着那个法，又变成自己的了不起的地方，拿来骄傲别人，就更糟糕。说我是佛教的大通家，我开悟，别人都不开悟；我修行，别人都不修行。修行这个就是四心分别的修行，本性没有这个东西。 天亲文法是为了解开自己的疑惑而证悟到诸佛的妙理、涅盘妙性，所以不是拿来狂妄别人的，不是拿来指点别人的。你听了几句几句佛法，怎么可以变成一个道、变成一只道德的鞭子呢？你好像你是般若的鞭子，别人好像比不了你，这个就完全错误的，啊。 本经以舍是用根为要旨，舍、就是、生舍世就舍生灭的意思，心用不生不灭的根性来修行。所以三会不同于长途，八百六十九页，今此文会即从耳根文性妙理所起的始觉妙智，不闻所闻之生成，但闻能闻之文性。诗会就是政治。 观察能闻者是谁？不着空有两边，因为一切法无我，哪有能闻的？哪有能闻的我？所以不着空有两边啊！一味的啊，反闻文自文性，修慧就是如幻文心文修啊？为什么叫如幻？因为一切法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哎，你文心文修就了解其自性本来就空，并没有能所了悟了诸法本空，没有能所，没有能言，没有所言。那么念念玄归，玄缘自归啊，福归元真啊，法本明要解六劫动静根结空灭，夜三空，三空人空法空空空破五音色受想行识超五浊。 劫着、众生着、烦恼着、命着等等啊，那么全凭无分别智，就无分别智就是无所住啊，就是入一无无所分别的本性，放闻之功。那么，但是如果说禅宗呢，就不谈这个了啊，这个单刀直入就是见性，没有前面这个，哎、啊，动静跟结空灭。 那直接就见真如，但是因为它是最上升的，啊，所以一般众生呢、啊，没悟就会很难。用猜的，用猜的，入三摩地，此就是此即即会之定，由文教信解而起修正，由修中三摩地即从根解决这个功夫。 有的正宗三摩地，就是即灭现前，那么，呃的境界啊，此、呃、有入智，乃是六界境界正入圆通之三摩地啊，也就是阿难所请三明中之妙三摩，经题中了义修正也。底下叫做次第解结修正。 处以文中入流往所所入即极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如是见真闻所闻尽尽闻不住觉所觉空空觉即缘空所空灭生灭即灭即灭现前。啊，这一段就是《楞严经》所有的。 最适合娑婆世界众生所修的解六劫，夜三空，啊！但是初学佛法这一段完全看不懂，呃、啊，甚至你修习佛道五年、十年了，还是不知所言。这里面还有某些关键的老参呢、啊，没有参透，啊！我们来把它好好的放慢脚步，好好的的把它解释一下。说初一文中，啊！ 那么这个就是文会啊。那么底下入流王所，一直到生灭寂灭啊，最后那个生灭寂灭、啊，这个就是思会跟修会，是出于文中底下入流王所，所入寂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如实见证闻所闻尽，尽闻不住，解所结空，空解，机缘，空所空灭，生灭寂灭到这个地方。 就是思修两会，是初一文中，就是用文会了。入流王所，这个入流当然是对初流来讲的。初流就是生灭，那么入流就是造性，也就是手艺增长了。啊，那么这个入流是何解？哎，就是说。 跟觉性才能够相配合啊！入流，它因为入流是对初流来讲的，对初流来讲的啊。那么王所这个所，一看到这个所，就是所谓的啊动静的深层，哎，王所就是放下声音的声啊动静两层的执着跟分别，简单讲。 那入流就是守于真常，往所就是气诸生灭，啊，往所就是只要是因为声音不是动就是静，动是沉，静还是沉，它只是没有声音而已，啊，为什么讲沉？因为会染污我们的清净心，啊，所以往所就是气诸生灭，入流就是守于真常，啊。 所本真心呢、啊，修习佛道啊，所本真心呢、啊，不不起妄，叫做真修行人嘛。所以入流王所，入流就是所依真常，就是和觉，啊，王所啊，就是气住生命。王所，所当然就是外边外,外面的洞，还有静啊，两层嘛。所以如果当你反流造性的时候啊，就会放下啊深层的执着分别。 那放下了深层执着的分别，简单讲就是：人家骂你，你听起来也像甘露；人家赞叹你，你也没什么感觉。做你该做的工作，这些啊没有能所的功夫，就这样一直深入，所入即极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啊，那么所入即极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啊，这三句啊是解这个境界。 境界，啊，所入即即，这个所跟入分两个角度来解释，所就是成，入就是根，啊，根是能入，是不是啊？那么成就是所入咯，你可以翻过来啊，成是能入，根是所入，也可以这么样翻过来，看看你站在能所的角度来讲，所以这个所简单讲。 就是成，根就是入，所以如果你在中间加一个顿点，就会更清楚锁。所顿点入，那就知道这是能所的意思，啊，能入就是根，所入啊，那么就是成。所以这个成跟这个根俱极，这个极就是心极，心极境。注意这个极。 不是对外境那种动来讲静，啊，心即静，这个即就是静，而这个即是没有动静那种即，不是说静对动来讲的那一种静，动跟静两种选其一，那种静不对啊。所入寂静，既然没有根，成能所。 这个心就入于极灭，而这个极灭的净处是放掉能所、放掉动静的，所以底下就是说，动静二相了然不生。这个动静分大声、小声、远声、近声，都是声嘛，对不对？那么这个静呢是没有声音、无边际的啊的音声，那么就是静，没有音声。 所以，对外面的静跟动来讲，这个叫做沉。由根来判断，那就叫做沉啊，所以现在是心急，急静，心急静就无关于外面的动静，包括这个根也是急静处来讲的，所以叫做动静二相了然不生。 啊，所以这一段是解境界。如是见真闻所闻尽，如是见真功夫好了，了解动空无自性，静空无自性，跟空无自性，嗯，如是这样观照内入流反照自性，功夫加深了，闻所闻尽。 闻就是这个耳饰，所闻就是尘，能闻的耳饰，所闻的生尘的尘，也都不可得，都不可得。啊，就是闻所闻尽，能闻的耳饰，所闻的啊这个生尘，通通尽，通通不可得，就是尽闻不住，尽闻。 就是没有能所的文叫做静文，文一定分能能文跟所文嘛，对不对？所以静文不住，没有能所，那简单讲，这个就更进一步根尘世心呢、啊，应念脱落。所以这个啊，文。所闻静，就是能闻。 的耳识所闻的尘都不可得，尽闻不住，尽闻完全没有能所的闻不住，完全无所住不住，哎、啊，那么底下再进一步觉所觉空，啊，这个觉是能觉之智，觉悟到哦，原来跟。 耳根跟,跟外面的生生成，动静的生成，都不可得，我觉悟了。提起一念觉悟之智，是能觉之智啊，然后所觉之境，这个所觉是指根还有动静之境，通通不可得，叫做觉所觉空。那么觉所觉空，这个觉是能觉之智，所觉。 就是所结之境，空就是不可得，不可得就是也还是无所住，还是放下，还是不着所结，那发现说能结一所结之境不可得，也要把它空去。好，那么空结即缘，空结即缘，什么叫空结呢？啊？ 空就是空去，除掉的意思。这个觉就是能觉，还有所觉。前面所讲的能觉之至，所觉之境，啊，空劫，空觉是包括这个绝的念头，通通要除掉。空特完全除去能觉、所觉，达到了圆满的觉，没有能所的啊的的的这个觉。所以这个空觉机缘。 啊，这所以这个空就空去除掉，也要断断除能结跟所结，能结之智放下，所结之境还是要放下，而达到最终极的圆满，却发现了还有一个空，哎，空掉啊，能结所结，却找一个空也不行，所以空所空灭，能空之智，所空。 啊，的净，所空的净就是那个能解所觉，这空所空啊，前面不是要把能解所觉空掉吗？所以空能空的字啊，还有所空的这个觉所觉都要灭掉，越来就越深，就越维系啦。最后，维系的生灭寂灭呀、啊。 维系的生命灭寂灭呀，啊，所以这个生灭的前面加两个字啊，就表示不是凡夫能够观察得到的维系的生灭寂灭，佛果就究竟了，寂灭就现前了，寂灭现前，这个灭啊是入三摩地，入三摩地，啊，所以这个生灭寂灭，注意六节。 动静根结空灭，全部这六节通通是生灭，所以简单讲生灭，你在旁边写的生灭答案讲就是六节，动静根结空灭，通通叫做生灭，由粗的啊生灭啊动静根啊到进入绝空灭维系的生灭啊，所以一六节都是通通叫做生灭寂灭。 包括那个生最维细的生命也灭了，即灭就现前。在这里，所有的弘法的法师要特别的注意那个“灭”字，在这里一定要很清楚。十方三世一切佛，只有顿悟佛，没有见悟佛。诸位，如果你把它解读成把生命灭,灭掉，这个就是错。 把生灭灭掉，那个极灭就变成生灭。这个生灭寂灭，那个最后那个灭，注意是了解生灭，它空无自性，不可得，体性本空，是这样子放下所有的生灭，这个叫做生灭寂灭。如果你把它生灭灭掉了，那么这个。 完成另外一种，还是成为另外一种生命，这个你一定要一定要特别注意。老参的二十出家二十年的三十年的，包括你想要讲经说法的法师，如果不了解最后那一刹那是顿悟，那么就你不永远没办法成佛。好，诸位，佛法最后为什么不能一直慢慢断呢？好，对，把笔放下来。 这个是，这个是成不成佛，脑残呢？要特别的注意，啊！今天出来听经无法的，可能完全听不懂，那没关系。这里，注意看，我的比喻，都有很重要的含义。看得懂不懂？我这最难的东西，我用最简单的比喻，你一点都不能含糊。这张卫生纸，比喻中 无名烦恼，我们有这么多的无名烦恼，对不对？啊，就注意看哈，无名烦恼，今天把它断一点，断贱货，哎呀，断贱货，还剩下一点点，断失货，哎呀，剩下一点点啊，断无名货，剩下一点点，现在讲的就是。 十柱菩萨以上留下四十一品无名啊，天台中讲的，啊，无名纷纷破，法身纷纷显。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有次第的一直断，好，一直断，啊，断到初地，呃，这个初柱，叫十柱实行，是回向，十地等结。 剩下这个叫做生相无眠对不对？如果你用次第性的修行，再继续断，再继续分析，还有还会不会留下一点点？会，会。顿悟就是这样了啊！顿悟就是这个是生灭，直截了当就告诉自己，这个是不可得的，这是不可得的，不可得的，不可得的啊，不可得的。 知道吗？所以这个叫做用分析的角度，或者叫做次第的修行，要达到成佛是不可能的，因为那一点点是没有办法的啊！你再再把它再有次第，继续计算计算，它只是比较接近而已啊，只是比较接近而已啊。烦恼越来越少，可是最后那一念要怎么样放？大圆的所有的。 空界、通戒法界，完全都是我们的清净自性所展露出来的。好，如果是有功夫的啊，这一章啊，这个是解次第的法门的。如果是禅宗，直下无心便是道。无这张，无无无,無，直下无心便是道，无这款门件。 还要慢慢断慢慢慢慢慢慢。这个用这种方式才能成佛，叫做顿悟。十方三世一切佛，只有顿悟佛，没有见悟佛。见悟佛是给我们一只拐杖，方便走路。如果那一只拐杖不丢掉，我们一样走路不方便，知道吗？什么叫做禅宗的顿悟法门？ 这个这一张卫生纸，比如说见思货、无名货，还有根本烦恼、根本烦恼。假设这是三惑，了解惑性本空，唔免一直分析，啊啊，无啊，你唔免一直慢慢慢慢断，慢慢断断断断。所以告诉自己。这个佛法、大圣的佛法、禅宗的，没有禅宗的精髓，没有一个人。 要成就无上菩提之道是很难的、啊、要进入这禅宗，它才是三藏十二部的精髓的精要，禅佛的心法，它的伟大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地方。真正进入真如是没有阶位，没有次次第，没有东西可以修，没有知见可以安。 不安任何的知，不安任何的见，不安任何的法，不安任何的相，无一法，无一知，无一见。法体性本空，就是绝对，绝对就是本来的面目。一切法无生，还是不能找一个生。众生，你打死他，他就是一直在观念里面。你讲生，他迷惑在生；你讲无生，他执着一个无生。把正量的解脱境界，变成化作意识形态的。 啊，来解读啊，一切法和、啊、无声，无声是解脱的正量境界，并不是一个名词，它是一种实证的功夫，叫做正量，无声啊，诸位，什么叫生？诸位，一般的诸位，这个卫生纸缘起的叫做生，对不对？啊，这一张卫生纸一年生的，对不对？世间人的观念就是说。 把卫生纸拿掉，这个叫做无声，是错的。见一见相，若见诸相非相，了解这个相体性本来就空。若见诸相非相非相，就是这个卫生纸当下它就是空啊，所以不需要除掉任何的假象，知道吗？你只要了悟所有的相体性本来就空。 本来就不可得，没有东西可以导入，没有空隙可以思索，没有东西可以分别，没有东西可以执着啊！这样子，整日用，整日不着。若见诸相非相，当体即空。所以众生的生跟无生的观念，就是这，所以这是生啊。卫生纸放掉，呃，没有看到卫生纸，叫做无生。佛法不是生，卫生之生，当体即空，它就是无生，它就是不坏四相。 不坏实相，这卫生纸这样，若见诸相，空相，它就是无生，当体就是空相，没有东西可以执着，没有东西可以讨论，因为它是因为它是因缘生的东西，对不对？啊、哦，它一定会败坏，一定是生灭，它就是缘起，它就无自性，它本来就是不可得，你硬要说它是一张卫生纸，那叫做名相，知道吗？啊、哦，名相会引发我们的妄想。 啊，那为什么？比如说，这是这是一个好人，这是一个坏人，这是一个俊俏的男孩子，这是一个丑陋的男人，这是好事，这是坏事，这个人所不断的。真正就经义里面没有这个东西，就像虚空一样。所以，佛法佛教讲的一切法无生，是十方三世一切佛所先说的。这张卫生纸生，当体就是空，就是无生。你怎么应用？ 它就是无生，你在拿来吐痰也是无生，拿来差点还是无生。诸位用这个概念，因为一般众生还没有实证、没有正量的功夫，就是只有用这个概念，用这一切的法，通通是如梦幻泡影，一切的佛事如水中月，方便说这个叫做世修。因此。 只有禅的心法，登刀之入，才能够成佛。所以教下的人，教下的人打死不悟。教下的人，这就是写着用文笔来写字，写字的，写字的。诸位，用文笔来写字，写字，写到最后，你认为有没有办法进入禅宗的？没有文字的东西，没有办法。为什么？他没有东西可以写。 所以文字有个好处就是方便，但有个坏处，在法上硬舍，何况非法研读经典的人不懂得把这个法通通舍掉，他还执着这个法是实有的，那就惨了。所以听经文法在于内解脱内在里面对任何相的执着，包括我们听经文法这个法上，通通要放下，法上应舍。 何况非法就是真实性的真如本性，那才能够显露出来，才有办法显露出来。如果这个法不舍，那就变。简单讲，你不是邪佛，你是邪魔，邪魔。无有一法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啊，燃灯佛才受记啊，对不对？无有一法不得一法明，三妙，啊，三藐三菩提。若有若诸法有所得，不明。 啊，三秒三菩提，你看，所以那那我们为什么要要要要借重这个演讲呢？因因为大家都不是圣人啊，只有借重这个方便的语言来教化，请来熏习，唯有这样子，你才有机会解脱。如果没有经过语言文字的，对不对？啊，你有的居士来，要我讲。 你来了，你来了，哎，我来了，从哪里来？啊、哦，也不在外的门上。从哪里来？我从台中来，从台北来，对不对？啊，回去的时候，师傅，我回去了。我说你往哪里去？一个，我往回家路上去。傻、哎、伯，哎，他不晓得我在问什么啊。来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来向，去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去向，一切都是缘起相，一切都是缘起相，缘起就是如幻啊。 那么这个到极灭，注意注意，这个老常这个灭是极灭现前，此灭不是对生而讲灭，就是就是从无始来本质具足的不生不灭的真如，极灭现前就是本来具足的极灭，究竟佛果就在这个时候现前，叫、就、做、是、极灭现前入三摩地，所以因此。 如果说你一定要用这个货，一定慢慢来断，慢慢来断，慢慢来断。诸位就像我们断卫生纸一样，一拉,一拉,一拉除掉一点，除掉一点，那最后一定会剩下一点的。就是用赤地性的修持，是永远没有办法成佛的。单刀直入的这个诸法动静根结空灭，提醒本空啊，那这几类都放下啊。